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徐泽辰。就是半夜你说梦话，梦话里用什么样的语言，这种语言就是契合你。他带来了北上，他分享着围城。你打我！从王羲之到斯科特，街上的那样一个感觉，我会把这个感觉通过合适的方式写到作品里。从江河水到侦探小说，不当作家他还有哪些可能？这是作家徐泽辰的艺术清单，敬请关注。一张清单，一个世界，分享艺术，描绘生活。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特别奉献的我的艺术清单，我是朱迅，欢迎大家，也欢迎青春印象团的小伙伴们，欢迎你们。今天呀，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手中的这本书《北上》。这本书是一部长篇小说，它获得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今天做客我的艺术清单的就是这本书的作者，让我们欢迎徐泽辰。今天好，欢迎泽辰。在去年年底的读书节目当中第一次见到泽辰，我说哎呀，作者朗读自己的作品得多有趣啊！他果断地拒绝了我。你是为数不多果断拒绝我的人，为什么不肯读呢？哎呀，说实话，我就文字这点特长，我万一读得不好，就把这唯一的优点都给搞砸了。但是你知道，好的主持人是不会轻易放弃的。我今天为你量身打造了我们的快问快答，我就没给你拒绝的机会。来，咱们就直接上。像审问。请用三个词概括自己。实在、轴、拖延症患者。最想成为哪位历史人物？苏东坡。我觉得他很快乐，我一定也会很快乐。最喜欢在什么环境下读书？下雨的夜里。西游记里最喜欢谁？小钻风。大王让我来巡山。那小鬼吗？因为那首歌特别欢乐，我觉得小钻风应该是一个很欢乐的人。小妖怪。我天哪，你最喜欢小妖怪。如果有超能力，是千里眼还是顺风耳？千里眼，站得高可以看得远。如果到一座孤岛只能带一本书，你会带什么？山海经。对，我很喜欢这本书，我觉得反正我一个人，我最好跟神话的那里面的一些生物打交道比较好。做过最疯狂的事是什么？在这个节目中接受这样的问题拷问。希望改掉什么坏毛病？拖延症。如果能立刻会一门语言，你最想学会哪一种？鸟语。这两天我老是去北师大，北师大有很多的乌鸦，一不小心就会往下拉屎，我就想问一问，为什么？找你。也不是总找我，也会找别人。如果时间可以倒退，你想到哪一年？永和九年，那一年有《兰亭序》。啊，想会一会王羲之。对。如果可以穿越未来，你想到哪一年？2066。有一位作家叫波拉尼奥，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2066》，很多喜欢这个小说的人都希望能够到2066。我也是其中一个。孩子读过你的书吗？怎么评价？读过一部分。他没评价，他说他老师也读过了，然后回家跟我说，爸爸你写得太好了，因为我们老师夸你了。退休后最想做什么？想找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有一个小院子，做一个员外郎似的。不是当官，是一个乡村里的有一个四合院，有一片菜地的小地主。那是你小时候的故乡吗？我现在我老家还是有一个院子，我每次回到家里能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不会失眠，第二个不需要看手机，不需要看手表，每天完全可以过着跟时间绝缘的那样的生活。但在北京永远不可能，每天像强迫症一样，没事就拿手机看。其实也没有多少人找我，但是总觉得如果我不看，我就会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但是我回老家，我从来不会有这种感觉。拷问完毕。
我已经出了一身汗。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有时候尴尬和单纯的样子反而让我觉得看到你特别纯粹的那一面。来，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徐泽辰1978年出生在江苏，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著有长篇小说《北上》《耶路撒冷》《王城如海》，中短篇小说集《如果大雪封门》《北京西郊故事集》等。2019年，他凭借长篇小说《北上》获得第10届茅盾文学奖。小说以历史与现实两条结构线索，讲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故事，也是民族与文化的故事。大家看这本书上的这个"北上"两个字，知道是谁写的吗？先问写的好不好？好。真的很喜欢这本长篇小说，我个人觉得真的很好。嗯，我也觉得挺好。很多人都是会写好几遍、几十遍，然后挑一遍最好的。请问你写了多少遍？这个一看就写了至少20遍，因为这两个字笔画很少，结构上你看北的。北字本身就很难写，我们如果去看我们的书法字典，能把北字写好的人其实不是很多，而上只有3画，两个字一共就这么少的笔画往那一块儿放，而且是作为一个书名，就这种孤零零的两个字，他们之间有一种搭配关系，所以在调试他们的个关系，笔墨粗重笔画都花了很多的心思。你爱书法？对。泽辰的第一个艺术清单就跟书法有关，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泽辰艺术清单当中的第一个作品。为什么你会把它列入艺术清单当中的第一个作品？我写书法生下来我爷爷就在写，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是跟着书法一起成长，40年了。现在练的最多的可能就是这本怀仁集的王羲之字，就是圣教序。这个是怀仁先生用了24年的时间吧，对对对，从各个地方去收集王羲之的字，有《兰亭序》，有《桑乱帖》，有《快雪时晴帖》，就是王羲之现在我们知道的一些最有名的一些楷书啊、行书啊、草书，这样3种体里面集出来的这一个圣教序。现在基本上是我们看到的都是碑刻。王羲之是一个书圣，他的字从完美的角度来论可能真的是古今无出其右，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好。第二个，这个字尤其是碑刻，因为它有的很多的是从帖上临摹下来的，又刻在碑上，所以这个效果既有碑的效果又有帖的效果。是因为在书法里面有碑派有帖派，两个之间的特点不是特别一样，如果把一个帖的字
经过杯处理一下，它会带了很多的进食器，有另外一种效果。所以我在练他的字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喜欢，就是他的字，你看里面他的线条，就可能比在纸上那个效果要更硬一些，更清朗，更精到一些。这里面大概有近20个字是从《兰亭序》里面集出来的。对，虽然是从《兰亭序》里面集出来，但是放在这个里面，你看到的效果跟在《兰亭序》里面还是有点区别，带上了一些碑的一些特点。所以在练习的时候，我觉得对一个写字的人，他如何处理线条就有很大的帮助。而且我觉得这本字帖好难啊，为什么楷行草隶篆它都有？所以这就是怀仁伟大的地方。当然首先是王羲之伟大，他把这么多的字拼到一块儿，他有一定的规律，所以拼了24年。对，这24年里除了把这些字搜集出来，另外一个他要寻找字与字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拼出来以后他才能有一种气韵，他才能有一以贯之的那样一种感觉。所以我们现在看，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有些字可能字与字之间它会有一些笔意的或者气韵的断裂，但是整体上它基本上是浑然一体的。我们看看泽辰的书法作品好不好？我只是一个业余的其实静由心造。对，第一个是静由心造，第二个是书中神仙，第三个呢就是随手写的。大家如果一看就能看出来，前面两张跟第三个是不一样的，因为第三个过于流畅，过于流利，因为我用的纸不是宣纸，是白纸，正常的白纸，所以笔走的就特别快，笔走的一快，它整个就过于流利，就显得有点滑。你看，像别有洞天四个字，其实就是有点浮了，它是浮上来的那个感觉，而中间的，它会慢慢往下沉。其实好的文字，好的书法，好的艺术，它的确有把人往上推上扬的那个能力，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它可能是让我们沉下来。如果不做小说家、作家，你会成为书法家吗？也许吧，一切皆有可能。生命当中不拒绝任何可能性。复习，考试。但是最后没考上，成了作家。我们看看第四个可能性是，在所有的乐器里最喜欢的就是二胡。我们看看在泽辰生命当中还有哪些可能。第一个，医生，我爸是医生啊，我出生在医生的家庭，所以对这个行当相对来说是比较熟悉。所谓是比较熟悉，就是我不惧怕。我觉得你特别像一个外科大夫，拿手术刀的那种。哎呀，我到现在鸡都没杀过。第二种生命的可能性，这个还真是我一度想做的职业，卡车司机。卡车司机？因为我一个姑父就是卡车司机，他开着大卡车全国各地跑。我生活在一个小村庄，很少有机会到外面去，所以外面的世界有什么好东西我也不知道。他每次总是能带过来水果啊、玩具啊这些好东西，而且每次都能给你讲一大堆稀奇古怪的事儿。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特别诱惑，所以我就想啊，如果我考不上学，那么我可以去做卡车司机，我可以去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还可以去见识这么多我在这个村庄里永远也不会见到的东西。我觉得我跟这个世界之间有了一个关系。所以你以前根本没有想到你的今天是可以靠笔在世界各地去漫游的一个人。从来没想过。我小的时候我觉得县城是我们最大的城市，离我家40里，很小的一直想去县城大冬天洗个热水澡。小的时候在家里面没有澡堂，只有去县城才能洗大澡堂。所以我想在很多年里我都认为一个大城市标配之一就必须有一个大澡堂，热气腾腾的大澡堂。所以我那时候对世界的想象非常的狭隘，
但是也非常的有意思。永远不会相信，说啊，我有一天可以不开卡车到全世界乱转，真是没想过。你对生活的观察正是如此。第三个可能性是什么？天平。天平，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痛。哎，进了高中以后，我想考大学，念什么专业？念法律，要做律师。小的时候，老是看那种香港的大律师啊，那个电视剧，就是律师，穿着法袍，戴着假发，口才都特别好。我整个高中阶段，基本上都是为着以后要去做律师，在那儿哼哧吃，复习，考试。但是最后，没考上，很遗憾，成了作家。哇，说来真是很惭愧。我小的时候学过很多乐器，自己做笛子，就是找一节竹子，然后烧红了的一个铁棍儿，把中间的竹节给打通了，然后在竹子上烫一个个眼儿，然后从竹子里面把那薄膜给掏出来，放在上面做笛膜。学过二胡，学过笛子，学过口琴。二胡是其中之一。你要当二胡演奏家？那倒也不是，我喜欢，就一直到现在我都特别喜欢。在所有的乐器里，最喜欢的就是二胡。我听了无数的二胡曲，而且可能把当下有名的二胡曲全部都听过了。说到二胡啊，就跟泽辰第二个艺术清单有关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谢谢各位，好美的意境。刚才我们坐在那儿去听这段曲子的时候，泽辰就说，哇，真的太美了。宋词里有一句，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就是这感觉。高阳老师是江苏人，泽辰也是江苏人。哎呀，咱老乡老乡老乡。江苏的无锡被命名为中国二胡之乡，是是是。所以真的就是二胡和江苏有着特殊的一段缘分。高阳老师跟我们说说江河水的这段故事吧。原来说两种故事了，一个就是说秦始皇修长城的时候，孟姜女嘛，孟姜女哭长城有这一段这个意思。但他实际描写就是他这个被拉去充军以后，这个妻子去找这个丈夫，结果在途中听说他丈夫已经去世了啊。江河水这个曲子是根据
辽南古乐的曲牌改编的。嗯，他原来是用双管，后来是经过黄海还有先生，他把这个曲子移植过来当二胡上。嗯，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曲子是什么感觉？哦，第一次听到跟听二泉映月差不多，就是听得特别的感动，听得两泪连连。真是是是是是，二胡曲子对我们的感觉可能都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悲伤的，比较凄婉的，特别能打动人的内心。嗯哼，整个的运功柔弦那个滑音，高老师您知道吗？其实我们泽晨特别喜欢二胡，嗯，葬花吟听二胡版的。真的，他梁祝听二胡版的。哎，对，葬花吟是二胡，但是我还听过梁祝二胡版的。梁祝二胡版，你真漂亮。另外一番感受，好听。二胡这种乐器跟其他的比如说钢琴这样表演性的不同的区别就在于它是一个低语，一个人的，它会对非常小的范围的人的对话是倾诉，而不是表演。二胡是非常个人化的，所以它表达个人的情感特别的有效。我们泽晨还喜欢二泉映月，因为《龙城如海》当中吧，你写过一个海归的先锋戏剧导演余松坡竟要用黑胶版的二泉映月来治愈自己古典而又受伤的心灵。这个琴是高音琴，二泉映月我们要用低音琴。我之前从来没有现场看过演奏，我一直觉得二胡只要听就可以了，但是今天高老师在这演奏，我发现二胡也是可以看的。真好，谢谢，谢谢两位老师。像江河水啊，像二泉映月啊，你觉得这两个曲子在你心里有什么样的不同吗？两个曲子的地位肯定是不分伯仲，但我个人平时听的相对比较多的是江河水。嗯，二泉映月非常的凄婉，但是我觉得有点过于曲折，拐的弯儿太多了，相对更哀怨一些。按写作来说，二泉映月应用的大部分是长句子，但是江河水它可能有了长短结合，有长句有短句，它的节奏感可能更强，而二泉映月是连绵不绝的，缠绵不断的，绕啊绕的，气息上也是相对比较柔弱。但是江河水它里面有硬朗的那一部分，有激愤的那一部分，节奏感更强。听江河水的时候，我更有一种那种对话的感觉，我觉得我跟他之间能够形成某种交流，而且这种交流可以一遍一遍的不重复，没有一种厌倦，基本上每一次他都能聊出一个新东西，那个感觉。他爱江河水到什么程度？就是他坐着火车十几个小时，他可以单曲循环，一直在听。当年我从北京回家，那时候还是绿皮火车，因为写小说挣了一点钱，有点稿费，我可以买卧铺，就是躺在卧铺上，上铺，整个人漂浮在夜里，那个感觉十几个小时，因为我在车上一般是很难入睡的。所以就十几个小时一直在听江河水，我觉得听一遍我都觉得心碎。刚开始你会觉得他在情感上的确是让人很心碎。对呀，对你的情感上的打动，那的确是你一般的很难给克制住。但是听多了以后，从情感的层面上就慢慢要淡了，你会理解这个曲子里面其他的一些东西，包括它的旋律，包括它的结构，包括它的节奏，变化特别多。你还喜欢管弦乐版的江河水？双管，萨克斯的，箫，笛子，唢呐，我都尝试听过。你在写作的时候也会听吗？我写作的时候不听东西，我脑子里面自己会有一种音乐。我觉得文字本身，每一个字它都会发出声音，就像我读书一样。我为什么读书慢？
就是因为读书的时候每一个字脑子里面都要出现它的声音，所以我每天可能说的比训诫每天在主持的时候说的话还要多，只是我自己在自己脑子里说，一个一个声音蹦出来。你觉得你的文字多少跟钱老的有相似之处吗？我在高中的时候整个人的写作文说话的风格很像。你会刻意的去模仿？刻意去模仿。为什么会把它列入你的艺术清单？我喜欢爱丁堡这个城市，最主要的原因是喜欢爱丁堡这个城市的建筑。他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徐泽辰。就是半夜你说梦话，梦话里用什么样的语言，这种语言就是契合你的语言。他带来了北上，他分享着围城。你打我！从王羲之到斯科特，在街上的那样一个感觉，我会把这个感觉通过合适的方式写到作品里。从江河水到侦探小说，不当作家他还有哪些可能？这是作家徐泽辰的艺术清单，敬请关注。我们一起来看看徐泽辰艺术清单当中的下一个作品。方鸿渐拿起听筒，他觉得整个周家都在屏息旁听，于是他轻声道：苏小姐，我是鸿渐啊。啊，鸿渐啊，我想这时候你还不会出门，所以我打电话给你。哎呀，我今天身体不舒服，晚上峨眉春不能去了，抱歉得很呢，鸿渐。你可不要闹啊。那唐小姐去不去呢？那可不知道。她自然去啊。苏小姐，你害的什么病啊？严重不严重？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觉得累，懒着出门。那我就放心了，你好好休养，我明天一定来看你。你爱吃什么？谢谢你啊，鸿渐，我不要什么。那么明天见。我给你表姐的信你看了？她怎么说？方鸿渐相信苏文纨一定加油加酱，说自己引诱她吻她，准备据实反驳。方先生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还不知道吗？唐小姐，你听我解释。你要有办法解释去跟我表姐解释。方鸿渐平日爱唐小姐聪明，而今天这个时候只希望他捉口顿塞，不要这样咄咄逼人。表姐还告诉我几件关于方先生的事情，不知道正确不正确。方先生现在住的周家听说并不是什么普通的亲戚，而是您的岳父家。方先生以前结过婚，是不是岳父家是就好了？而且据说方先生在欧洲念书得到过美国学位。我跟你吹过我有学位没有？那都是……方先生您人聪明，一切逢场作戏，可是我们这种笨蛋把你开的玩笑都得认真。方先生的过去太丰富了，我只希望方先生前途无量。方鸿渐准备赶回家吃饭的，当他知道家里饭吃过了，失望之中生出一种满意。
仿佛这是为自己的怒气筑了牢固的基础，今天的吵架吵得响。哎呀，你到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哎呀，我们好等你啊，姑妈特地来看你，我们左等你不来，右等你不来，所以我就留她吃晚饭了。哦，是她来了，乘她的情来看我。可是我不上她的门，她为什么上我的门呢？哎呦，家里的开销我得负责一半呢，你忘了？所以我有权利请客，你管不着。我倒问问你，姑妈说要替你在工厂找一个位置，你听到了吗？谁要她替我找事？哈，我讨饭也不向她讨。可是我觉得姑妈说的一个字都没有错。好吧，有本事自己找出路，咱们就算散伙了。你靠你那位朋友的提拔到了上海，上海的事丢了，现在再到内地投奔他去，哈哈，你是不是他的狗？哼，你不但本领没有，你连志气都没有，别跟我讲什么气节。我请你别再开口了。好啊，你打我，你打我。两位老师录制的小说演播完全是用声音去塑造一个一个人物。围城这个作品我们大家都知道是钱钟书先生的经典之作啊，被称之为新儒林外史。我特别想问一下，最初看到这部作品是什么时候？我是初一。你初一？对。什么感觉？惊艳。那个时候如果说种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我觉得围城对我来说功莫大焉。文学的启蒙围城。两位老师把人物性格捕捉的就是加入了自己的再创作的一个过程，您比较喜欢其中的哪个人物？我还是觉得，当然我跟方先生一样喜欢那唐小姐。唐小夫、唐小姐、对，唐小夫啊、我觉得她单纯透明啊，但同时又有一点点小小的那种俏皮式的傲慢啊，有一点那种感觉，我觉得挺好的。然后苏小姐，我觉得她有点作，当然我觉得更接地气的是这个孙柔嘉啊，就是所以为什么娶了她，也是因为她更有点烟火气。钱钟书先生的这个作品你会发现，方鸿渐包括里面的女主人公，他放在当年那个年代是活生生的人，放在今天依然发现这些人也在我们的身边。真实的啊，因为他写的是人，写的是人性。围城是1947年出版的，这么多年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去演绎他，无论是通过音频的方式、视频的方式，在各个舞台上去展现他。为什么这部作品有这样的生命力？语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想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认识汉字的人，在读到这本书的时候都会惊叹，第一感觉语言之美，第二个思想之美。这个小说里面真的是充满了睿智的，对对对，智慧的句子、哲理、人生感悟。第三个我想是因为题材，因为在之前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儒林外史，很少有大规模的处理知识分子的这样的一个长篇小说。而这部小说恰恰是放在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历史时期，方鸿渐身上有一种多于人的那么一个劲儿，而那个劲儿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但是多于人这类人在任何时代恰恰他都有。我有的时候觉得我身上有很多方鸿渐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在今天很多的知识分子他的身体里面、他的脑袋里面都藏着一个大大小小的方鸿渐。所以刚才唐小福和方鸿渐那段对话，作为一个男人真的我当时觉得特别的
尴尬。就是我们可能都会在某个时候会经历到那样的一种处境。啊，就汤晓芙把你一个男人你想遮住的那部分遮羞布一下给你拉开，而且您演绎的特别鲜活。谢谢。嗯，好，谢谢两位老师。好，嗯，《围城》这部书你读了多少遍？我觉得不下十遍。你觉得你的文字多少跟钱老的有相似之处吗？我在高中的时候整个人的写作文说话的风格很像。你会刻意的去模仿？刻意去模仿，那个时候年轻嘛，觉得能一张嘴就满嘴大金牙，全是金光闪闪的句子嘛。嗯，大家会觉得哎，这家伙挺有才的，那个时候还有点小虚荣心。而且这样的语言它的确是给你带来一种成就感，你当它说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已经解决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事儿。嗯，你在那么多大家都平平常常的话你突然亮出来金光闪闪的，那的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嗯，所以我一度认为这就是我的风格。嗯，但是后来慢慢发现，尤其是生了一场病以后，我发现我其实在语言上我很难像钱先生这样高调起来，自然而然的调就降了。钱先生的语言其实是一种亮光的语言，而我喜欢的语言是一种哑光的状态。嗯，我生病那段时间因为心情特别不好，喜欢鲁迅，因为鲁迅的语言诀窍呀沉郁顿挫，那种外在的东西你是可以模仿的。现在很多人其实写的都可以写出来鲁味儿，就像我当年能写出来钱味儿一样啊。经过了钱钟书，经过了鲁迅之后，嗯，我的写作继续往下进行，嗯，慢慢的才开始找到跟自己相契合的那样一个声音。嗯，我觉得这个当我说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非常自然。嗯，而且它能够比较及物的表达自己。有的时候我开个玩笑，什么样的语言是最契合你的语言，就是半夜你说梦话，梦话里用什么样的语言，这种语言就是契合你的语言。最本能的时候，围城当中有没有让你特别喜欢的句子？城外的人想进，城里的人想出去。婚姻是一座围城。还有讲那个小孩两只眼睛距离隔得太远，两只眼距离远隔的像要害相思病，就是等等这样的语言，它特别的生动。嗯，而且钱钟书有一个本事，就是把很多的比喻一个套一个一个套一个，是一连串比喻套下去。他的那种通感，比如说我看的有一个句就是下雨，这个雨下得越来越粗壮，雨线这个雨下得越来越老成。嗯，然后雨落到水面上慢慢起雾，他说像长毛了一样。就这个特别形象的一个语言。小伙伴们，围城当中最吸引你们的语言是什么？毒舌，这什么意思啊？对于丑的人细看是一种残忍。其实很多人我们就都断章取义，只知道前面这句话，说他是民国第一段子手。这句话其实我觉得可能作者本人他想表达是我们要有一种尊重，对于其他人一些先天性的或者不太好的地方我们不要进行过多的去关注，要厚道一些。那如果也仅仅从容貌颜值这方面去解读的话，或许未免也有一些肤浅。下半句叫但是对于坏的人你要惩罚他，就是说我们要对于那些心理上思想上行为上丑陋的人反而要去细看他，拆穿他们丑人的真面目。嗯，对待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葡萄论我记得很清楚，在围城里面说的一句，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串葡萄拿到手，一种人先吃最好的，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其实这个原本是说恋爱，钱钟书先生评价说前者是积极乐观的，后者是有盼头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葡萄在我身上我看到了，我觉得它是时间。我觉得在我们人生中在不同的阶段我们都在做选择，先苦后甜还是及时行乐。嗯，就像
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很严重的拖延症，就像老师刚刚说的，我就很好奇老师怎么看待葡萄论。我是那种先从坏的开始吃，然后觉得越吃越好，一直会有盼头。这是一个围城从那个时代的话题聊到我们这个时代年轻人心中的困惑，我觉得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去打开它。来，我们继续看看泽辰艺术清单当中的下一个作品。斯科特纪念碑。斯科特纪念碑是爱丁堡的象征之一，于1844年建成，是为了纪念苏格兰伟大诗人、欧洲历史小说之父斯科特而建。斯科特先后写出了《艾凡赫》《威弗利》等27部长篇历史小说，享有苏格兰魂的美誉。这座纪念碑矗立在文学之都爱丁堡的市中心，城市中随处可见的雕塑、画作、浓郁的艺术氛围，让这里产生了《哈利波特》《福尔摩斯探案集》等众多文学作品。为什么会把它列入你的艺术清单？我喜欢爱丁堡这个城市啊，最主要的原因是喜欢爱丁堡这个城市的建筑。到了爱丁堡的话，你是会像普通游客一样拿着地图去打卡呢，还是信马由缰？我到一个城市从来都是步行，就是大街小巷的走，没有任何的目的，我也不会看什么，就是走。我就背了一个背包，一圈圈绕。你让我说出哪一条，比如说王子街在哪个位置，大概这一条街上有什么什么，一条条列出来，我肯定列不出来。但是我能告诉你我走在街上的那样一个感觉，而且我会把这个感觉通过合适的方式写到作品里。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用脚步去丈量世界，用笔尖去书心中乾坤，真好。我一直想写一部以爱丁堡为故事背景的侦探小说外壳的这样的一部长篇，第一次去爱丁堡我就有这个感觉，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如果不写一部小说真是太浪费了。谁来了爱丁堡这个城市，我为什么说它的建筑，为什么说斯科特建筑，一个是这个城市对作家对诗人特别的尊重，可能在全世界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把一个作家和诗人他的纪念碑建得如此的辉煌，如此的显耀，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城市的中心位置，而且这么高大。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纪念碑本身它所体现的哥特式的建筑跟整个城市的建筑是融为一体的，是一个特色，而这个特色它滋养了跟它有关系的一些文学，比如说历史小说，比如说福尔摩斯探案集，大家都知道那个柯南道尔，比如说罗琳，都有一种悬疑的侦探的玄幻的那个色彩。就这样的建筑本身，哥特式建筑它就有一种神秘的那样一感觉。我老是想一个哥特式建筑是什么样子呢，就像一个又瘦又高的一个男人，穿着一件黑风衣，戴着一个黑礼帽，而且是把领子给竖起来。而苏格兰爱丁堡这个地方又是靠近北欧，一到天冷一点，大概11月份10月份以后一直到过年3、4月份冷，天黑得特别早，很凉。对，又冷又压抑，而且是一个阴沉的，整个这种氛围特别适合出点星沙案啊啥啥啥的。所以它整个给你的一个感觉就是有一种探究的欲望，而且它的地形是起伏这个丘陵地带，对对，上上下下又有这种建筑，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你想它的建筑大部分都是这个，因为它是用砂石，是本地的石头，颗粒比较大，空隙比较大，所以这个才200年大概这个塔纪念碑，但是现在给我们看见就有一个千年的那样的古老的那个感觉，大家看一看，非常的漂亮。有人说它像东方的亭子，你觉得像吗？有点像。就是我们看过很多的西方大教堂，比如说米兰大教堂，比如说科隆大教堂，比如说巴黎圣母院，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格式。对，只是教堂把周围全给填上了，用门啊或者是那种大的
落地的那种彩色玻璃窗给它封起来，如果打开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嗯嗯嗯，特别漂亮。而且这里面大家看到里面坐的这个人，斯科特，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诗人和作家斯科特，国宝级的人物。对，这是苏格兰，也是整个英国的国宝级的一个作家。他之前是写诗，嗯，已经是非常非常牛的一个诗人，嗯。但是后来，他发现拜伦的诗写得比他好，他怎么努力都不行，嗯，干脆我不写了，就开始写历史小说。是，他写历史小说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从小身体不太好，有点小儿麻痹症。对，所以整个的活动范围不是很大，相对来说就是大部分时间是一个独处的那么一个状态，所以看了很多的历史书，然后对古代对历史有一个非常磅礴的一个想象，嗯，然后以后写小说大部分都是历史小说那一块。嗯，他的历史小说，嗯，对，影响了太多的文学大家，很多人可能都看过他的小说《艾凡赫》，嗯，是他最有名的一部小说。这个是整个爱丁堡这个城市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建筑。是的，而且是在一个非常中心的一个位置。无论新城老城，只要抬头就可以看到，可以说把一个文学大家放到了一座城的最高的这样一个艺术殿堂上。而且像巴尔扎克啊，像普希金啊，都深受他的影响，可见他在文学领域的地位。这座城市对于艺术的尊重，一座城市它不仅是风貌会吸引一个人，我觉得你跟这座城市里的人有过怎样的链接吗？我在这个爱丁堡大学待过一段时间，嗯，认识其他的一些老师，嗯，有的时候会聊天，他们的性格还是一种高地的性格，特别的直。直到什么程度？你被刺激了吗？那是我觉得我在国外交流的时候遇到最刺激的一件事儿。我跟苏格兰的一个作家在聊天，做活动，在台上，嗯，他问我一句话，他说：徐先生，我在苏格兰，我可以看到非洲很小国家的他们作家的作品，但是到现在我从来没读过一本中国作家写的作品，你能告诉我原因是什么吗？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确是挺刺激的。扎到你了是吗？是啊。你怎么说的呢？我跟他说，我说你看，我们的活动这一排人，一个大教室，一个礼堂，后面有一盆花，那盆花你在这个地方能不能看见？我戴眼镜，你没戴眼镜，我想你的视力一定比我好，你一定能看见那盆花。但是如果你的目光非要往别处看，那这盆花就不存在。我说你应该放下那种欧洲式的傲慢与偏见，以一种平等的眼光去看那种花，你可能会发现那个花跟你身边的花一样的漂亮，甚至比你身边的花还漂亮。你没看见不代表它没有，对，你没看见不代表它不漂亮。不能因为你闭着眼睛就说太阳不存在，太阳就在那儿，请你睁开眼睛。希望有一天会带着你的这部小说再次回到这座城市。这个艺术清单也是我的人生履历。徐泽辰，感谢泽辰今天的分享。哎，我发现对一门自己不熟悉的一个乐器也罢，一个行业也罢，这不是胆怯，这是敬畏，不敢轻易下手。其实我们可能很少想一想，钱钟书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内心里面有可能是很悲凉的，最后那个结尾，深于一切语言，深于一切体验。